他这个笨蛋，竟然在海里用手机，不要再传了啊！你不 RP 啊？上帝来了，哦，好，好。对方好像说上帝救他们了，可以不用去了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但是好全想部都处理了，还你，是只处是理了一真的真的好想你，感谢不东是夷十假七的个假的好月。想你。我来重新订阅了 QAQ。我问一下哦，等我一下。哦，我救这起来，那救个起来了。骨科姐那边全部都救起来了。我知道，上帝刚有经过。那我就回去了。之前滔滔救溺水的，哦，之前觉得龙鼻比较帅啊，在那个哪里，那个大麻那边有人跳水直接死掉，直接带着氧气罩下去救，哦，超帅，但氧气罩一个5000块，真的贵桑桑。哎、欸，狗狗尸体不见了，狗狗们嘞？我也觉得这个应该可以拿来玩啊。这有啥？这个我去吧。好近哦，枪店。好。他们刚才到就死了，不会吧？太好笑了吧！我刚才想说，该不会他们等下马上就出歹机？啥？这又是哪里？市民要去吗？可以可以，很近很近。好。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拉夯吗？不是，当哎，回来了。哎、欸，怎么都找不到人刚啊？才最讲电近都话，不好意没思，办法认识新朋友哎、欸。等下就会有个来啦。等下最近的会。人都躲在哪？你知道吗，拉夯？我刚刚也一直到处在找啊，大家好像是不是都不都知道找在，不到？对啊，太厉害了我刚吧！酒店忙一忙，车库忙，警局忙，然后等下会有两一个一个个打电进话医院找啊，啊，看要不要等一下。有的都不接我电话，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去看看有没有新朋友老新朋友啊，腐女啊。啊。哦。他等下就进医院了。垃圾，你来，们又怎么了？怎你们么？两个又怎么了？我才担心我们你会去不会买武出器事。啊。这说来
哇，很短，他拿球棒打我，没了。不是，我在试球跟球棒。我说你在那里。你们在试丢球跟打球是不是？对。太好笑了吧！一秒理解。然后我就把他投，我就把他投当球。我们来打球，你当球。对。当球。今晚打球，你当球。还好吧，他而且他有点脑震荡。南希郎看起来汗臭很好啊，没事的啊。给一些。他流好多血，希望医护兵来得很快。哎，边王上床。我操，医生吗？你是马杀鸡对不对？对，是我。你就是养了一头猪的那个吗？对，我的猪叫做花瓶。因为他很可爱。你的猪不会留在车上吧？他在宝贝球里面。哦，那就好。涛涛医生，我会帮你看一下你的头部啊，你刚被球棒打到。你这有没有开脑的手术啊？干嘛？我先帮你检查完，不要紧张。你现在意识很清楚啊，这个就算有脑震荡，也是轻微脑震荡啊。你除了头晕之外，还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有点。我有点上头啊，知道那个脑有点充血的感觉。你是不是看到人家内裤啊？这不是不是，绝对不是。为人正直，怎么看人家内裤啊？我来打球，你当球。这个我每次听之后会每次笑哎、欸。检查他们车有没有锁。这个是学弟的，好有锁，很棒。小五的有，很棒。阿汉的，好都有锁，很棒。哎，怎么救这么久啊？还没回来。哎，我开到12点好了啦，因为。我今晚没有想过会开这么久，我想说晚上如果有很多人的话，我就关台了。反正医护就这样啊，要等有人欸，要等有人的话才能，就是被动的职业啦，也不能主动去做什么事情，不像说可以去采药啊、包药啊那种东西，或是 NPC 突然中暑倒下啊。我回来了，学姐早、欸。学弟吗？哎、欸，对啊。怎么最近好像没看到你啊？刚睡醒。哦。对啊，我今天都在睡觉。好啊，好好。对啊。啊，今天有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没有欸，今天还是很无聊。真的、哦、啊，其他人呢？有几个在后面，还一个出去救人。嗯、好，在后面，里面有人是不是？对啊，里面现在有人，有人被当球打。啊？被当球打什么意思？他们在玩棒球，可是球还没扔出去，棒子先挥下去了。所以人被当球打是不是？就是这样当裁判啊。不是，我当时也想去济公，可是当时济公说满人了，我就没有去了。然后满人的隔天，阿胖哥哥就去当警察了。早啊，各位。阿胖早啊，起床喽。我没有你的电话。哦。有子衣教，不是那个是算是分支，那个不是。要，虽然是可以靠那个啦，虽然是要自己想办法，就是可能要骗信徒的钱啊，有的没的。
怎么了吗？这边有人报案吗？那个是新来的小蛙，小蛙警警。好了，看他在吗？掉了。欸，你有看到一个戴绿帽的吗？有啊，他进去了，渔夫帽吗？他说他被海啸冲走了，然后醒来就躺在地上睡着了。浪这么大哦！有缘。我也不知道啊，上帝才把他从土里面挖出来啊。哦，原来就是他哦。刚刚海啸，然后然后叫电话，你出来二十几只猫啊，你传你的电话给我。跌倒了。935。哦。我刚不是给，我刚不是你说多少？可以下床啊、你说935多少？啊，你那个25万什么时候还、啊？935而已。哦，935而已。快了啦，快到了啦。啊，你手头充裕的时候。快，你传个简讯给我好了，3232。快了啦。你要不要下床？五个月了吗？对啊。我醒了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戴绿帽的先生处理好了吗？啊、这样医药费多少？有了。脑部的比较麻烦一点。可以，可以做吗？可以做吗？再来找我。可以啊，还可以好的。这给谁做的啊？没有，这是因为院长行动不便的人做的。院长的脚不能动，我们就已经进了轮椅啊。刚刚有擦眼药了啦，我躺一下就可以了。啊，我你好的好的。要给谁啊？要给那位？给那位医生还是给你？1000块就可以了。好慢哦，怎么这么慢？那位司机。以后那个浪很大，小心一点。没有在试坐，没还没坐过。哦，你在试车是不是？对啊，知道这是新进的吧？很慢。不是很慢，是超级慢。你知道院长今天坐了一跑山吗？院长用这个跑山是不是6小时30分？你怎么进来了？哇，好快好快哎！这怎么回事啊？哇！在医院啊。怎么样？然后坐上去，这样你怎么速度也太快啊！他跌倒了。咻！我病好了耶！哇！这个是什么样啊？不要！很晕！比我车还快耶！还快耶！啊，三金你要走了？对。刷是六小时啊！修车单，我们去哪里啊？我刚刚，哎、欸，你刚刚车不是好的吗？點啊？你刚刚在医院车不是好的，怎么突然又坏掉了？就绕了一圈就又坏了。这啥？怎么会有个网址啊？所有车子都是不完整的状态、啊。这个我去吧。另外一个，等一下我进。68191的，这个是六碳的网址吗？哎，走，谢谢啊。还点 JPG？ 那、啊、你们现在去哪里？在跟他巡逻啊，继续巡逻啊。有人可以去吗？你们因为我还没到市区哎、欸。我还觉得今天好像事情很多。我接其中一个，我接那个68191的，他也没打他的编号。哦。等你比较晚上班吧，今天前面事情感觉。那上一个给我。加油。好，拜拜。啊你刚刚说你还好吗？好。你先开车好了，你要不要先标个点？我们看先去哪里。好，我先标点。我可以跟车吗？我怕你撞到人。啊、上车。我想体验看看。嘿、hey ，小心肝，来帮我呼一下，我的脚骨折了。哦、oh, ，好，等一下哦。谢谢啊。啊，怎么又多一个？我刚刚是自己用绷带缠呐、啊。
这个我看看哦。哎、欸，我突然有好像有单子，我去救人啊。哦、真的假的？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吧。好好好，下次再跟。好好好好。Go go。我突然一直有啊。要下班，哎呀，先睡得晚安，我也快睡了，3公里。无线电的麦。哦，对不起。3公里。哎、欸，这最尴尬、欸，无线电忘了关。我上次就是忘了关无线电，整个心情沮丧很久。啊，应该早点关台去弄影片。我最近真的流量掉好多，收益掉超多的。啊，我今天也讲过了啊，反正就是恶性循环啊。心情不好，然后又担心流量低，然后流量开始低之后又心情不好，以此类推。而且影片啊、图片啊，什么都要搞，就。有点做不下去，主要是因为影片自己剪，图片自己画，然后商品他就兔子跟水里帮我找厂商，啊，图片我自己画这样子，就有点累。而且我真的有好好想，你看我花时间去做商品，然后花心力去画图。做出来的成果跟我天天剪影片这个效果是画上等号的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因为没有画图，不吧，就是因为画图画不出来，搞得心情很差，啊，影片剪不出来。最下面那个有人去吗？105那个？我的在北部。好。我们回到刚刚的话题，啊，就是我如果就是乖乖一直剪影片出影片的话，不用担心画图啊这一块，那我的收益其实跟我拼了命画图，然后去 CWT 啊那种累到我真的是每次去每次都是隔天睡12个小时以上，成效来得好。我看到他了，兄弟，撑住啊！哇，你全身都是血，没事吧？没事啦。你怎么声音有点耳熟啊？那你的车就记好位置啊，你先跟我走啊。我感觉你伤得不轻啊，跟我走吧。你的车是自己的吗？还是借来的？对啊，那你自己的，你记好车子吧，等你康复再骑啦。我觉得你身上都是血，骑不动啊。我跟你说，好，我不听，我觉得你有问题，我不想听。好啦，你记得锁车啊，记好位置，再请人载你过来吧，要安全啊。是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看不到你啊。啊，是吗？等我一下哦。对。有了吗？还是没有吗？还是没有。好，那我先载你回去好了。还要继续刚刚话题，就 CWT 啊，每次可能来的算蛮快的。哦，真的吗？我觉得跑山路都有点久哎。
想换一台警那个啊医护的车，可以跑更快、啊。哦，那反正最近那么常有人跌倒，应该可以啦。哎、欸，还蛮不常的哎、欸。最近我怎么看每天医护局的医护频道都一直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其实很少哎、欸。我们今天哎、欸，你是新来的吗？对啊。哦。你来了一个礼拜多了吧？然后比较少听过你的声音啊，很陌生哦。嗯，可以常来啊。比较常进，不要进去就要付一千两千。不用，你可以走进工作哎、欸，你可以走进来吹吹冷气啊。因为你们有时候来，其实我跟我们聊天也是打发时间啊。啊，也可以，可是其实很常我去的时候，你们都急着要出勤。哎、欸，所以我就比较少去。你莫非可以让我们发大财？你还是多来一点好了。哎，还是你来就会，你来我们就出门啊，这是好兆头哎、欸。医院发大财。啊，这样你们就发大财。对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最近晚上真的人力比较多、啊，你真的无聊的话可以来聊聊天啊。好啊，如果我有去的话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叫小心肝，你可以叫我小心或阿心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也可以叫我全名啊。我没有办法。对啊，所以你可以叫我小心阿心就好啦。叫你小心好了啦。好，这个城市就只有院长跟我学弟有这样叫我全名啊，啊，其他都是叫我阿心啊。啊，院长要有比较有礼貌、哦，所以你们叫什么名字他都会直接叫、哦。哎、欸，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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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打方向灯哦。对啊，其实响铃的时候，那个我知道他们会躲会闪啊。一般市民的车子真的比较怪。我先进去好了，我看不到你，等下再进来。哎、欸，来帮我，学姐，病人不太稳定，快快快，他在这边，他不太稳。哇，他看不到。他在里面的手术房。哦，有点。他太夸张了，他两次的镇定剂他都还是跑。我觉得你要不要？海啸一下，不、啊，睡一下。啊，还是看不到哎、欸。你睡一下才看得到我吧？我问一下哦、喔。你睡还是我睡？我看一下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学弟，你有看到我吗？学弟，学弟，你有看到我吗？当然，你可以帮我压制一下再换。兄弟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兄弟，快起来！跟你讲，这个医院有问题，赶快起来！哇！这已经是第三季镇定剂了，他还 是我怎么都看不到你们啊！不到你们，快跑啊，兄弟！哎、欸，是我们都不见了，是不是？欸那個、小心我重新进城好不好？好好好好好，我们先处理另外一位。啊，会不会上次他们也看不到我是因为这个原因？好，我重登，我不是重登啊，我先海啸。好啦，我处理完这个病人，我就关台喽。哇！哎、欸，人差点满哎，这个时间啊，差不多啦，大概就是2点多，人还是会有20个以上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参加第一天的原因是，哦对啦，我不卖2天就是因为每次都很久，而且你们有注意，真的都有来的话会注意到，每次我都是站外面，然后坐的位置都留给小精灵跟兔子坐。没有注意到的话是这样子啦，
然后我每次回去我的腰都是痛到一个不行，我会躺个两天吧，腰才会开始好。不是，刚刚一定是他们看不到我们，因为有人去吗？我去，我去。动手术。我刚眯了一下，回来了。就是有一次，就是他们三个就是看不到我，不，全世界都看不到他们三个人，就只有我看到。那是因为他们说上帝帮我们弄好了。超好笑啊！腰受过伤吗？做过那个啊，服务业啊，腰一定有受伤啊。没有断掉啊，就是搬重物的时候伤害到，有旧伤在吧？上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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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衣服换衣服。哎、欸，这位好了吗？我先问他有哪里不舒服啊，因为他刚没知觉，我在想赶快帮他再去动手术啊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他现在，我觉得我在这里就还能动了。我稍微腿骨折一点，不如就帮我包一下吧，包一下吧。他刚刚太失控了，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他只是吓到有点尿裤子了。我们没有要干嘛？看起来像铁门吗？怎么用这东西敲我？很痛啊！帮你打桥骨、啊，桥骨。我刚刚给你麻药，你为什么不吸呢？你多处地方都有挫伤哎，帮你包扎，不要动，会很痛哦，消毒一下。哦，哦，好。不要拍，不要拍。啊，有点痛啊。你忍着点啊，会痛是正常的、啊。这是谁？要固定啊，固定了就没事了。这一张吧。好了，你现在休息五个月就好了。腰可以四千块了。阿坤靠你了，我的鹿角。来，帮你照一下，没事了。你的鹿角又断了。下次不要骑车挖耳朵。我帮你把纱布捆紧啊。你的鹿角骨折了。小擦伤而已啊！你看，你因为车祸骑摩托车来住过多少次了，对不对？基本上我每次来就是因为出车祸了。还好啦，这个扭伤而已，先擦个药，然后扭到你就只有胸部挫伤啊。陈一，谢谢你啊，降6000块哦。脚扭伤啊？没什么，降6000块。对啊，你刚全身都血。真的啊！对，小丑车被偷这件事，你有什么头绪吗？报警了！报警了！我你再躺一下吧，你再躺一下吧，我再帮。米奇老鼠的声音。有一点公务事要处理呀、啊，特效药。我再帮你包扎一些啦。他鹿角怎么了？给他两个好了。鹿角还好啦，没什么大问题。他那个。没有说完全伤到根就还会再长出来。那你躺好，你觉得可以出院就可以走了。是的啊，当然。哦，好。我去看一下隔壁。那个学弟，你是那个，你帮点点看一下他头上的鹿角，好吧？好啊，我最喜欢摸鹿茸了。那外伤的部分我都已经处理好了。啊，这样子，我医药费要给谁？给我就好了。你这车祸1000块而已啊！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鹿角还没有断吧？断了，这个小的伤痕而已的。还可以啦，粘3秒胶应该就好了。三秒胶，它自己长出来的。我跟你说，鹿角这个东西，你要整根锯断会长得比较漂亮，因为鹿角其实每年都在换。靠，你怎么这么专业？
我受益耶、欸！真的啊，鹿角是锯断之后会再长啊。好了，那之后点点，如果你要锯的话，就找这个学弟啊。对啊，你再来找我，然后再帮你锯的漂亮一点。啊，应该没问题了。啊，你这个，你这个伤口，你走走看，你能走吗？走直的，可以啊、你走给我看。看，脚不会痛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我只伤到我的鹿角啊，现在是头痛啊，不是脚痛啊。好了，那你还是要好好休息啊，你骑车的时候不要再挖耳朵啦。很危险啊！多痒啊，警官，这也没法。不是啊，你不会停路边哦、喔啊，你骑到一百，骑到一百六，然后挖耳朵。做服务业当然出事啊，没了啊。我想说，我车技如神啊。我做这个其实跟我就不让啊，就是出来做实况开始啊，跟我做服务业的钱还要多。我之前都是做工读生啊，做一些。不是正职啊，都是做一些工打工性质的，因为那时候都有接案子在画画啊，就是因为晚安哦，你跟我讲完，就是因为那个零零总总加起来还是会比一般正职薪水还要少啊，啊就有人问我说怎么不做正职就好啊，我就说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哦，我当时就是不能太长时间上班，因为服务业是责任制的。责任制的话，就是你东西做完才能下班，所以你可能会超过十个小时都在工作。所以我当时对我的腰就是很不好。啊，就是做工读，就是四小时、六小时就下班这种。啊，现在做在家里做实况的话，就是钱比以往多很多啦。就是你要努力去出影片啊，然后就是要有成长才会有钱。那个东西还你。